如果我抽到这个，我会直接。那只能吃里面的肉。他们挺有的。那你给我一下。你还把它整断？把它打断了。哎。哇，风车会不会破坏？他如果哎，万一他就是要破到那个绿色，你帮他完成。他很冲动，是疯子一来他就把他甘蔗直接打爆。对，我想说哇，万一他是你队友怎么办？这样子，你怎么了？他现在不知道怎么办的啦。好啦，可以吗？确定的，因为他很。我先欲擒故纵，找一些别的东西。对对对，你先找一个小石头，拿一个大石头，然后故意把它藏在我的口袋里。我一个对，我们分享。我有一个是我他比出道的，我在想有可能是你。如果我们发现，感觉是我们两个对了，那我们两个。好，那我刚好害到你。没有，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。我的很模糊，你也我的很模糊，可是风筝也很模糊啊。我是超模糊的。来，我们要搜身一下。啊！哎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啦，就没东西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摸，我真的没东西啊。完蛋！我这次早一回来，小赖就把我让口袋啊，我这边有个身中间裤子的口袋，转，他直接转我的口袋，有东西吗？有东西。我们是队友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的很，那我伸进去看一下。你看搞什么？完了完了！你太快了，等一下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帮你。现在团体出道的队友应该就只有一个，就是，哎，等下，嗯，想想，好好想想，好好想想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抽你的任务。欸、女神，女神，我们欢迎女神，好可怕哦！这女神，哎，这女神呢？不然你今天，你今天就叫 Stacy，OK，Stacy。我以前有收过一个交换礼物，然后就换到一颗头，然后就是那、這个，我超怕她，就是摆在家里啊，或是干嘛，我看到她我就觉得害怕，可不知道为什么。昨天就觉得跟 Stacy 有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。啊？他说我们这一组一定会顺利的完成任务，轻轻松松，轻轻松松，哇！东西啊！我的，另外一个是有演过戏。哦。啊？鬼鬼也有。我的一个是艺名，不是本名。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介绍，这是09，还是 Stacy？Stacy 朱子健，哎，我没礼貌，Stacy 很没礼貌，没有，他今天手不太舒服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谁？这是我的新朋友 ，Happy 的朋友 ，Stacy，Hello，Stacy， 长什么样子？哎，手你怎么这样子？你们不要随便摸，对，他是要把他换一个发型，编辫子，对，有就，那我要把他不要变光头，可以，好，你把他毁了，你这个就是对了。因为我的很明显了，我来，我来，那你来跟我们说，你说，我们先把头发遮住，然后我们先对一下，一号是有养宠物，二号是170-180公分之间，这可以，这要记得对不对？要记着，记着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抽你的任务是什么？选一张，好，干嘛？对，搬开，面粉。面粉来，我们来告诉你，面粉来了，来哦，面粉哦。然后我们这边有看到有没有？有看到有没有一条线？对，一样哦，就是你不能让面粉低于这条线。哦，对，就都算你对。嗯、但你如果低于，好，就已经被骂了，那就不行了。我等下拿面粉直接泼他们，他们就会以为我要泼他们。因为如果我不是那个，我会知道的。真的假的？是啊，我的另外一个是那个，不是用。哎，干嘛？一个一个来。怎样啦？哎，什么时候走？他确定不是，我们就赶快破坏了。艺名。09回来了，下一个。我不玩，是我。有养宠物，
丰泽不是我的队友，可是170到180公分，鬼鬼，我已经有养宠物，小赖没有养。白痴啊！还没，我还没开始，你不要，你不要白痴哦。好像我们三个，好了吗？好像是我们三个。什么？哦，好了吗？好，你们我先跟你们久聊，怎么样？姜伟，你这个面粉一定是要撒在谁身上？你觉得我们是队友是不是？有可能。30岁以上，我会假装我跟他们好像也是可以配合。那我跟你要互咬吗？我要让所有人都觉得我有可能是他队友，你就把我当作就是，哎，他到底有可能是我的队友？不对，我呢，我呢，可以跟我讨论一下吗？我那是170公分到180公分，人什么？有另外一半，有另外一半，所以我就是确定你和罗志都是我队友。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是队友。头很痛哎，对，就是。你要去思考的东西变多了。我另外也是有养宠物。看，我是团体啊，团体，是团体出道，有团体。罗俊硕没养宠物，会不会没养宠物？有，可能有。小赖没有，罗俊硕没有，罗俊硕没有养宠物，所以我们两个应该是同队。没有，没事啊。我帮你把 Stacy 变成白发魔女。这样，其实我先跟你讲。那不是我。我刚骗我一定说我们应该是同队。啊？我刚骗我。真的有可能你是骗我？你发誓是女生？我发誓。那你跟我讲的任务是不是要绑头发？我发誓，我任务绑跟我一样的发型。知道。你现在就假装我好像有可能。对，就是我的角色定义很模糊，不太确定。我转换一下情绪。嗯。哎呦，你走开啊！我不知道鬼鬼有没有养，但是比较大众有养的就是楼有养一只狗嘛，然后韦静有养猫，09有养猫，对，然后非本名走跳，大家都不是本名啊，只有楼俊硕跟黄韦静是本名。塑胶罐，塑胶罐来，什么意思？给你一个塑胶罐。好，好。那现在我们就是在郊区嘛，然后郊区里面。对。那呢，就请你在时间之内呢，抓到3只虫。我不敢啊！我不敢！活的死的都可以。虫吗？虫，我不敢啊！虫。有给你这个森友会的道具。哒哒哒哒哒，一样。好，我去拿任务了。虫在哪？啊！我爸爸妈妈有虫啊！我爸爸有虫在哪里？小赖，你在抓蝴蝶啊？没有啦。小赖，你抓蝴蝶？我抓那个棒子怎么断？没有啦。虫？没有抓虫。虫？白痴啊，空的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们。好像是一次，你等下跟我分享。应劫行动，来，我先告诉你你的队友的线索。你分别两位队友是谁？二号有想法，二号罗俊硕，一号陈天九。好 ，OK， 你记好哈 ，OK。因为我刚来前还确认过了吗？对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你是最后一个。冰块。冰块，恭喜你获得冰块一颗。干嘛？你不可以让它被砸烂哦。融化可以，但不能被砸。你只要砸烂，你就失败。然后他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半。另外一半。Boss， 哎哎，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抓鬼。哇，好危险哦！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他在绑头发。你确定我们不是同队吗？
对啊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我第一个是170到180，我另外一个是170到180公分。因为零九跟我已经自己也有搭上一个桥梁，然后我们就三个合在一起，来来来，快速这样比对，我们完全吻合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们就确定我们是队友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演说，哦，我们要有点怀疑彼此的那种戏码，这样。你干嘛？直接告诉我真话。你有女朋友吗？对呀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，但是不是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没有，但是你这个是直问啊，感情直问。你不是我的队友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就很懊恼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服他。但到后来，他就慢慢的理解我，然后就是他队友。我看哥哥，你不要闹了，我就是你队友，我没有骗你。这样子，我要再确认一次。你要相信我，我是第一件的优先我不会害你的。我们现在任务是，我现在告诉你要，你现在要做什么，就是完成你的任务，我帮你完成。因为大家都还在找队友，我们的战略是在最后剩可能五分钟的时候大破坏，全部撕毁，毁灭性的破坏。因为我现在等于跟每个人都还是交好的，就是啊，好像我们好像是同学。反正我的就是，对啊，我就先不要让你绑。我刚开始自己是比较相信我是跟伟静还有风水的。我的一个是团体出身，一个是30岁以上。你冷静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应该是。你看，从头跑那么快，我怎么说？我的任务是不能把我的冰块打烂。啊，把这个冰块。吴映洁。哦。吴映洁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伟静，抓一下裤子。抓我来，赶快！是他队那一队的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吗？就是抓，我还没吃完呢。哎，伟静是空手上来的。感染我身体。你有任务吗？我把你拿塞过。我不要，我要把它。你把我的那个弄坏了。凶了他。你不怕痒？可恶！怎么可能？他不怕痒哎。有些点才会。好，这点往下说。你要让我打我屁股，对不对？来。我的任务已完成，跟甘蔗无关。那怎样？不能。怎样？好啊好啊，你有种不要找拿甘蔗。好了，拿一下魔法棒，拨啦拨啦，不对。你这不可能是你任务，好不好？啊？欸，有可能。我看，欸，看到伟静在那只拔叶子，不是伟静在拔叶子啊？是啊。若是170到180的话，那那个是什么？不要再跟他说了。我是小赖。不要再跟他说了。不要跟他说。不要跟他说。什么意思？同队的，同队的罗赖吧。你过来，你别。谁？谁？只有我们俩，只有我们两个是队友。退赛！其他，啊！其他人都不是我们队友。谁？谁？看看不是那个手，驱魔。阿龙摔了拳。阿龙吗？阿龙吗？我这呀！我这！驱妖除魔。嘿，也是我们。他决定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什么？我要在一起。
没有，没有啦，你不是我的队友，我是，你不是，我是，你不是，我是你队友，你不是，我真的是你队友，我全是，我怎么会突然吓我一跳，吓我一跳，你不是我的队友，你不要再来烦弄我了，绝对不是我队友，我很肯定。你不是我的队友，你不要来又烦弄我了。绝对不是我队友，我很肯定。时代七就这样飞出去了。别去，别去，别去，别去！哎哎哎哎哎！打我每个人，只有你，我认识。还电话？不的。来来，这边有面粉了，欢迎取药。等一下。哎，还在玩？我没有。等一下，现在有一点麻烦的是，完全不知道大尖叫。哎，他那个冰块很坚固哎，我觉得他还有活，他还活着哦。怎么没事？他打人的，他拿冰块打人的。不不不，超恐怖！感觉是他摔。不要不要，等一下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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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怕！对不起，好可怕！你是我队友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好可怕！啊，是我队友，我是。我刚摔的时候，冰块根本没晃，根本没晃。我是假摔，你们肯定不是队友。他摔干嘛？我今天假装我不是队友啊，我都把我同事嘛之类的讲。不要再跟他说了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不要再跟他说了。是我们，那到底谁？对呀，是我一个人。你不是，我的铁一线里面没有你，也没有你。我记得已经不一样。我说你是跟我，好像没有。已经不一样。我说你是跟我，好像没有。呀！杀！杀！杀了！那一刹那，我真的有点后悔。你们都有看到他眼神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乖乖，来安全哦。很恐怖，那毛起来，那个眼神。等一下，要安全哦。我们要安全的，我。你跟我是同队，我不知道。要安全的，跟我是不同队。要安全。啊！不要！不要！我就觉得他真的好像会把我弄死。对不起，不要！干嘛？你要干嘛呢？你干嘛退队啊？要睡在厕所这里。不要！不要！你是麦，你是麦呀！没有，我没有，鬼鬼，是谁？是谁？谁？谁？谁晚上去找他？谁？啊！没有啦，鬼鬼，没，哎，好可怕，没有。乖乖，真的没有。喂！好，没有，没有。挖土，挖土，挖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挖。谁谁？林九，我们是很有可能。我们强烈支持你来破掉。其实我刚刚到最后一刻，我还是理不出来我队友了。没有啊。但我知道风泽的另外一个是有另外一半，所以他。等任务是什么？我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在哪里？我不告诉你。为什么要砸我的冰块？我不知道，你就拿着冰块就直接要砸。你明知道我的任务是砸冰块。我不知道，我乱猜的。有可能是砸冰块。他可能反向哦。你给我砸冰块！他可能成功了。你过来一下，快点呐！干嘛？你的队友是不是要把他粉撒到某一个人身上？不是，我是捉鸡哈。Stacy 还活着吗？我活着，他躲去哪？我找不到他。没有 ，Stacy 他在他的那个胸部里面。
那我们把这个粉撒在别人身上。好啊。我们要一起把撕在一起。可以。我的帽子！他是不是不能被人家抢走他的？有可能。快跑 ，Stacy！ 快跑 ，Stacy！ 快跑！哎，不对 ，Stacy 多久？多久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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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抢他的帽子，不然就把粉撒在他的身上。高中生，来来来，不然不然转盘，不然转盘呐！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呀！他的任务是不能让别人拿走他的棒子。没错。你敢去破坏其他人的？你不是我的队友。对。绝对防御。我上去！快点！哇哇哇哇！快快快！好危险！上去！死蛋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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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早就完成了，天哪！等一下，你不是我队友吗？他不是。你们到底知道你是队友？不知道。我应该，我应该确定。我超确定。我现在公布队友。好。零九，美纪小爱。哇！我被你们耍了来，我来最鬼子来了。肯定不是。江北那么 space。那走风泽先好了，风泽你的任务就是告诉大家，就是把那个甘蔗吃掉，剩三级。会不会过了？为什么摔掉我的？超棒了，太棒了！你以为我已经跟我投不到哎？我跟你说他不是，都不听我说。他在摔你的时候，他在旁边笑，他都没有反应。真的有，每次最帅。我可以赚的吗？我以为我不知道，我其实我到最后我还是不知道，我一直以为我跟伟静跟鹏，你怎么给他擦个汗呢？没事没事。哪一个环节让你这样？你呀，他们你，你要擦我，你要擦我，恐怖，你要擦我，恐怖。记住你的任务是什么？这个应该算成功吧？绑好八成 Stacy 的头发，你要绑好过来。懒得算啊。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好，那我们那个这队他只过关一位。OK。那我们现在换另外一队，那小赖先好。好，我就是要抓到三只虫在这个盒子里面。来，我跟你讲，三只蚂蚁，一只一只黑的，两只橘色。抓在哪里？你在抓呢？他前面有，我知道，抓错完了。这边有两只，有吧？三只蚂蚁，这两只，一只黑的，两只橘的嘞。然后还有一只黑色的。恭喜小赖过关。那我们再看你的鞋带掉。零九的，因为我就是面粉不能被。不能低于这条底线。哦，还超过很多，超过。而且我刚没办法帮你们进攻，因为我要防守好。哦，对。那你们知道伟杰的任务是什么？不知道，挖树叶，挖哪东西？不是，挖土。不是，你可能走进来就没有在动了。他有藏的东西，是不是破坏一个人的任务？没有，没有藏东西哦。我是藏东西的。藏了什么？给你一颗草莓。然后呢？然后老样子，你要保护好它喽。抓我！袋子里啊，袜子里，在我这里。
看我的鸡鸡了。Oh、我就看你们一定不敢抓。怎么啦？可以吗？我不确定的，因为他很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内裤一大包，我今天塞在这，大概这里。我摆在那个偏左那边，绝对敢抓我鸡鸡！你忘记应杰是谁？应杰，应杰不可能这样吧？哎、欸，违禁！我就是这样正中红心这边，要拍吗？要。你刚刚我擦了鸡鸡，没有擦来。我刚想要把整件裤子脱掉的。Oh my god！ 完整的，闻一下，闻一下。我一定吃掉。不是，没有，这样没有完整的。掏钱看一下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完整啊！不是抓的。哎，你是塞在内裤里吗？内裤里。怎么赢啊？没有完整，我是塞在那种前面的。对，所以一定不敢这样抓，因为你塞在下面，可能跑，它会磨。我刚刚有点觉得它是不是有点差一点，他刚差一点。你刚刚在乱弄我的时候，我想说它会不会被你弄到，就是被挤压到一样。应该抓的深入一点的。不行，哎，你整个抓整件内裤掰，哎。现在的成绩就是3-1嘛。对，那就是5-9耶耶。输的可能闻一下那个草。我宁愿闻那个臭脚。我们等一下还是有地狱料理啊！哎，那我干嘛闻这草莓？对，这样啦。有看别人？我有一个问题，那草莓是隔着内裤放吗？没，它在内裤里啊。就在内裤里啊。我怎么隔着内裤放？你直接把它放在那个屌袋里面。你要闻看看吗？就是屌，我让它跟我的屌共存。不是因为放在内裤外面，它怎么才掉出来？因为我想说你们一定不敢抓。小梦很开心哈，小梦，小梦你要不要闻一下？你可以闻一下。小梦你要不要送你？你感冒它可以吃。我觉得这一颗可以高下竞标。就是闻的，它就不用吃第一条。哇！哎呀！你有多想？来，对着镜头说什么味道？草莓味。哎，你摸摸看啦，闻的。哎呀！好温草莓。然后来，多进来，超温的啊！好温的，好好玩哦！小赖、米酒跟伟星可以吃我们的御厨的料理。哇哇，厉害！那我们就去吃饭喽！耶耶！料友们也准备好等你们。好 ，OK， 走。有。吃看起来，耶！哇，我没想到我真的可以做到这里耶，真的，你真的多亏你的草莓，好不好？闻一下这道天堂。哎，我有没有要闻一下的？沉默了。在你们桌上哎，我都不敢碰这个草莓。哇，我们这边有草莓大餐，你们那边有草莓？这个草莓怎么在这边了？这个草莓怎么在这边了？那个草莓其实在里面，已经切进来了。其实这些我都已经弄过了。没事啦，至少我们的那个饭是温的。是温的，是热的。还有白饭可以啊。至少还有给我们肉松可以配。对啊，那一锅这个应该是什么热汤吧？这个白饭什么？还是白饭？还是白饭？还可以第二碗。所以真的是只有这个，只能配这个酱油跟肉松，一小包肉松。小时候吃饭最喜欢白饭配肉松了。对。等一下，我有你的死心牌。你要忘了？你要干嘛？没有，我觉得鬼鬼难得来我们第三次。不要救我，我不想被救，我不想用你的死心牌。是我只有我猜到他嘛？我觉得来宾就是来者是客，我必须要拯救。冯哲来，冯哲来。你要拯救冯哲？你自己人，自己的老婆。自己人还是要自己人要照顾，来宾就让他一个人吃多一点。太搞了！他小时候最喜欢吃饭。Yes， 明天他刚刚有说真的不要救他，我们就顺从他的意思。不要救我，我不想被救，我不想用你的死心牌。
好的，希望各位网友不要攻击我，我是很喜欢午间情，不然也不会来这个节目。没有，现在我们让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现在我们让你坐在那边吃，我们会被攻击。没有，我不怕，我不怕被攻击。不是我们怕，是我们不怕。没有，他们说攻击的好。OK。Oh my god！ 他在冒烟。这是余松哎，好棒哦！哇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哇，你看看这个，哎，好开心哦！哎，所以真的，我们可以坐在这里吃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可以啊！没死金牌救你，真的救我吗？但是我们有白饭吗？我们有白饭吗？他做一个效果来，来，你今天把没死金牌给我，对，我好感动。可以来，我几个人都是我们，来，真的可以啊！来，好，更新的新的。哎，好开心哦！有人可以取代我，就是没有人理他。你要吃这个吧，你要吃这个吧。哎，好。他难道很 Q 哎？哎，其实我是可以吃我自己的饭，我觉得饭配酱其实蛮好吃的。嗯。哎，你过去就先这边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哈。所以我不可以拿自己的饭了。那边有肉粽，这是一样的。真的，当然了。天哪，那个白饭可以先拿来给我吃。可以啊。有思雨来晚餐，看鬼鬼要不要给你吃？你要给我吃，你吃得完吗？不要给什么，我们跟你换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块肉跟你换那个饭。我想要霸掌。好，你想要霸掌？给他霸掌。我也蛮想要霸掌。哎，我也想要霸掌。哎，我们两个吃一颗好了。我还要一个鸡腿肉。好，你说这个吗？这一块给你好不好？怎么会有点违禁草木的人？放那个。没有啦。就这个，剩下的都给我。哎，你这样换，你拉一张椅子过来坐好了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太好了。你那换，不然换一换。我们何必呢？我们不行，他们这样会觉得就是这个游戏没有处罚。没有，没有关系，就是没有那种高低阶的感觉。我们有消耗到。好，那我坐过来好了。那我坐过来好了。你这个很累吗？负责那个游戏白饭还他。哦，谢谢。欢迎加入六间情啊！可以了，欢迎加入六间情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吃的，谢谢你们让我坐过来。真的好好吃哦！我真的好饿。哎，这个辣子 ，Oh my god！ 到底是真的饿？对啊。光头有吃过辣子吗？嗯。什么问题呀？你可不可以不要每一季都问我一些很白痴的问题？上一季你也是问一个很奇怪问题，还问什么忘了？我怕你没吃过饭啊！但今天真的很好玩哎，对不对？你下次还要再来？可是你很疯好不好？你很恐怖哎！对啊，我今天真的很担心你。应该有一度真的把他冰块丢到快丢到他身上。我超怕你把冰块直接砸我。我不会。啊，不会吗？就是这样很危险。哦，你也在配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看到草莓，我其实我也晕。你知道还敢吃草莓吗？你先闻一下。哎，是那个草莓让你坐来这一桌的。哎，我突然觉得往事。对啊，我没有闻到草莓，但是我还可以在这里吃。I'm sorry。OK， 我可以跟风泽同队。我觉得他非常的聪明，聪明到。我中间有一度怀疑他是个间谍，但我后来发现他是我的队员的时候，我有卸下心防，因为他有跟我讲出他真实要完成的事情。但我觉得吓到吧？我觉得今天最贼的是伟静，嗯，贼到一个不行。对，哎，我想赢啊！你想赢？对啊。最惨是你把自己先把自己队员弄挂，但是我每天，可是因为我不知道，他是最笨，最冲动，但我都没有说谎，你完全没有说，没有，哦，我说了好多谎，对，而且我就是你的队员都不相信我，他冷眼看着你死亡，我也没办法相信他。耶！又到了我们
的温馨的音乐创作，Oh my god！ 对，之前都只有我们五个，今天有鬼鬼的加入，对，期待鬼鬼。这是一场歌手的聚会，没错，音乐人的聚会。然后今天比较特别哦，今天我们这个创作不是随便的，今天有主题，因为鬼鬼好不容易来嘛，对，我们要把今天整个的心情融入到这个创作里面。两位大师有什么和弦的灵感吗？哎，老实说，今天啊，真的没什么灵感的。哎呀，但是那我们就跳过这个环节了。但是有一个新年快乐歌，其实还蛮有灵感的。哎，我会唱这首歌，哎，你会唱？因为我们这首歌可以红到鬼鬼也会唱。我刚刚在练习，就这样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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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，对，就这样而已。对对对，嘿，你要有个嘿。你唱的很好。新年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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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只有曲而已，没有给他一个旋律。还是我们这首歌卖给鬼鬼？你有没有发现？哎，我不要。哎，有老板帮你出钱了。对啊，老板是新年快乐的话，他很爱这首歌。我想新年快乐变舞曲，我可以。哦，你再跳一段咯。来，新年快乐。其实他原本就是舞曲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嘿，转转转，然后一个嘿，三个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嘿，好，再次，再次，这首歌应该不会唱。七八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嘿，呜呜，还有没有排舞？哎，我们为什么要把一个女偶像搞成这样？你甩太大力是不是啊？你吗？你要怎么平息啊？不是，天气好冷，根本找不到湿脚点，湿力点，湿脚脚点，湿脚脚点，湿脚湿力脚的湿力点。对对，刚晕厥了，晕厥。还是一个人一个语言，还是一件事情，好，然后搭配一个不同的语言。那不能 double 吗？不能 double。比如说我今天，哇，那好难哦。比如说我今天气气的，你气气的，气气的，黑吧，这样子就配一个，比如说我刚刚好疯，你刚刚很疯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唱吗？气气的，黑吧。气气的，没有，因为我今天就是一个冰块，不是因为我冰块被砸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冰块被砸，生气，冰块被砸，生气。对，一个说气气的，陪吧，这样子，或是那陪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赞的意思，韩文赞，气气的，很赞，气气的。对，比如说我气气的哈基玛，这样哈基玛就不要这么热。哦 ，OK。那我也可以说气气的口本卡。那我现在是什么？我台语。来。那我小赖，你要日语还是泰语？日语、日泰好像都 OK。这是悲伤的音乐啊，悲伤的，悲伤的。悲伤的话，好像泰语比较适合。你今天就说虫虫的这样子，因为抓虫啊，抓虫虫。那我今天英语，那我今天是可以英语 ，parallelogram 好不好？你用 parallelogram 这个字发在创作里，没有，我已经想好我快。好，我讲奥语，想好我草莓。好，我讲奥语，臭臭草莓摸不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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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么语？然后再加一个语，对，再加个语。我觉得你可以法文呢。法文我不太会。Messi， 没有 Messi， 谢谢 Messi。我们这边没有人真的会法文。对啊，我都讲了那么多。希望冠军。好 ，OK， 冠军。什么赛程？你给我们个旋律，我们塞进去。一直在弹。对，而且我已经有感觉了。你唱个东西出来给我们。龙叔先有。All right, man。爷爷，爷爷，奶奶。前奏来了哦。OK， 我是英文。Yeah， 我 OK。Daisy。哦哟，我英文。Yeah， 我 OK。Daisy。哦哟。Your hair is so long。I just wanna go home。Oh yes， 是整句的英文是不是？Right now。Right now， 走吗？我们要走。Feel so cold。哦，下一位。Let's go。我不会，我不行啦。小宝，你快！小宝，你结婚都要疯掉。Strawberry， 我是说 Strawberry 吗？我是中文吗 ？Strawberry，Strawberry。I'm crying like you. 你怎么唱到了语言？你怎么唱到了语言？
演技，不要抢别人的音量嘛。这是什么苹果？好难啊！怎么那么难呢？换谁？换谁？不是都这一塞，都这一塞，金多贝雷金草，广贝雷金，他自己翻译好。为你洗多贝雷金草，他是金草，对，维京的草莓很臭，那这台语吧，金草贝雷咻咻咻咻咻咻。咻咻咻是臭臭，差不多了，没那么屁，阿里台语啊，还有。还有两个人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两个人可以吗？啊，我们就放过他唱了，他唱了，不要。我唱两句就好。哎，来哦来哦。完全没有这样过，这是我第一次。我知道，可以可以，我跟你同正义，人都是没有没有人再会再来了。撒开了，你随便来唱。气息的，我真的好气哦。我 ra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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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我真的要气死了！可以，口白，口白，冰块给弄碎呢。嗯，哦，好心痛。真的是想说一句，嗯嗯 ，Come on，Come on。林总，你再不接他完了，最后一句。你快帮我唱一段 rap。Yeah， 换雷笑。新来天气真正足怪，五个笑的，五个笑，六个大笑的，伫遮咧唱歌，伫遮唱歌。今仔日乖乖甲伊的饼干写伫咧涂骹。Oh my god！ 我跟着他的，你不是蓝色的吗？我是黑色。水晶要还愿。走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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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吗？快点！头很晕。